其实是。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个是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拍摄、现场收音的这个工作环节，让你可以更专注的去听你想要收到的声音，而不是在那里去调整一些零碎的 gain 啊，或者是调整一些你平常会需要调整的东西。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拍摄、现场收音的这一个工作环节，可以让你更专注去听你想要收到的声音，而不是在那里专心去调整你的 gain 值。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32月。Jesus Christ. 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现场收音的这一个工作环节。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是你。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 ，Hi,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的现场收音这个工作环节，让你现场收音可以更专心的去听你想要收的声音，而不是你去调整一些gain 啊，去担心你的 gain 值会不会爆炸，或者是怎么样？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32位元的收音机。那我现在手中这个 Zoom F3 呢，应该是目前市场上非常非常阳春吧，因为它就是两个轨道，我自己是用两个轨道就够了。那它还有一个轨道的32位元，小小的，还有一。32位元的收音机。那现在这个32位元的收音机，那我目前手中这个 Zoom F3， 它是一个两个轨道的32位元收音。32位元的录音机。那这个我手中。32位元的录音机，那这个我手中这个 Zoom F3 应该是市场上非常非常阳春的，因为它只有两个轨道的32位元的录音机。那这个东西呢？32位元的录音机，那目前我手中这个 Zoom F3 应该是目前。32位元的录音机，那目前这个我手中 Zoom F3 这个书，32位元的录音机，那目前我手中这个 Zoom F3 呢，它应该是市场上目前最阳春的 XLR input 的32位元录音机啊，32位元的录音机，那我现在手中这个 Zoom F3 呢，应该是目前市场上最便宜、最简单使用的一个小小的32位元录音机。32位元的录音机，那我现在手中这个 Zoom F3 呢，这个收音机、录音机，应该是目前市场上最便宜的一个小小的录音机啦。重点是。32位元的录音机，那我现在手中这个 Zoom F3 呢，应该是目前市场上最便宜的一个32位元录音机。那32位元呢？32位元的录音机，那这个32位元录音机，这个 Zoom F3 Field Recorder， 这个应该是算是非常非常阳春的录音设备啦，就是因为它只有两个。XLR input 就是两个输入而已，它没有其他输入。那你如果想要更少，就是有一个小的32位元的录音，那也有更多轨道，有8轨，有16轨，不知道有没有32轨，我没有查。反正你有更多轨道，有更少轨道。那我现在买的是 F3， 但是重点不是轨道有多少，是这个32位元的录音设备。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然后用用，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这个32位元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因为你平常24位元。就是主流啦，大家用24位元，你要去调 gain， 那你忽然一个声音很大，那你就需要把整个 gain 先压小，
才不会让那个忽然很大的声音爆掉，不然你就是要先把那个声音让那个很大声的爆掉，然后你再去重新录制那个爆掉的声音，可能是像是东西拍到桌上啊，东西摔到地上，那你可能就需要用 Foley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去解决这一段音讯，不然它就是炸掉这样子。那不然你讲话很小声很小声，然后忽然讲话很大声，这个东西24位元也是很麻烦，就是你需要去担心说，哎，我声音会不会 peak， 或者是我声音会不会太小声？他可能先讲很小声，然后忽然大叫，那前面小声的部分会不会杂讯太多之类的这种问题，现在已经完全成为历史了，因为32位元这个东西。好啦，我们就直接快速来开箱，因为还蛮酷炫的。